吴君如12岁女儿近照大曝光，没想到女儿如今居然这么高了，都快高过妈妈了，还长得这么美。网友：难怪她从不公开女儿样貌。少帅娱乐新闻，检举此篇。吴君如12岁女儿近照大曝光，没想到女儿如今居然这么高了，都快高过妈妈了，还长得这么美。网友：难怪她从不公开女儿样貌。吴君如12岁女儿近照大曝光，没想到女儿如今居然这么高了，都快高过妈妈了，还长得这么美。网友：难怪她从不公开女儿样貌。吴君如12岁女儿近照大曝光，没想到女儿如今居然这么高了，都快高过妈妈了，还长得这么美。网友：难怪她从不公开女儿样貌。2月22日，吴君如在微博晒了一张一家三口搞怪的全家福，并用俏皮的口吻写道：两个潮女和一个喜欢皮草的老人家，陈可辛头戴绿帽，手上戴着毛茸茸的皮草袖套，萌得比妻女还要抢镜。网友纷纷调侃，怎么会有这么配合的老公？ Peter 在家的地位可想而知，陈导好可怜，被逼成这样。吴君如身着大红色玫瑰花瓣上衣，一头干练的短发，面戴墨镜，面露笑容，有股莫名的喜感。不愧是喜剧演员，戏里戏外都这么有喜感。身为大导演的陈可辛也很配合老婆和女儿搞怪卖萌，一家三口合影画面超幸福。随后有网友表示抵制皮草，吴君如解释称其实是摆拍，不是真的喜欢皮草。12岁的女儿陈世芝快跟妈妈一样高了，头戴针织帽，身着黑 T 恤，腰间系了一件外套，甜甜的笑容跟爸爸如出一辙，模样简直是陈可辛的翻版。陈可辛吴君如一家三口，陈世芝的大长腿实力抢镜。吴君如Angela N. G. Kong I 1965年8月2日，外号三姑，香港实力派演员，是两岸三地华人影坛和娱乐界的女笑星，亦是香港电影史上累计票房收入最高女演员，累计票房收入约7亿。伴侣为导演陈可辛，育有一女儿陈世芝。Sponsored Ads 吴君如父亲为粤语长片演员，曾主持亚洲电视六合彩节目多年的夏春秋东叔，出道至今已拍摄100部电影，是近年来电影作品最多的女演员，曾获金像奖以及香港金紫荆奖外，2003年吴君如凭金鸡获得第4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。吴君如16岁进入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，1983年毕业后在无线 TVB 担任一些闲角，后来调入长寿节目《欢乐今宵》。是逢林建明离开，吴君如趁势上位，渐渐名气与梅艳芳、刘嘉玲、曾华倩、上山诗娜、邱淑贞、罗美薇、蓝洁瑛、张曼玉号称无限九龙女。Sponsored Ads 之后拍无线电视剧《斗气一族》，与周星驰做对手戏，错体姻缘等剧集，后转往电影圈发展，凭其爽朗幽默性格拍了超过100多部电影，擅长演搞笑角色。
例如真相上司打小报告的主任、最佳损友、被未婚夫嫌弃其容貌丑陋的女人、天师捉奸等。主演电影包括《赌圣》系列、《霸王花》系列、《家有喜事》和一些僵尸电影。其后，吴君如改变戏路，自资拍摄电影《四面下娃》，在各颁奖礼获提名。